大家好，我是天天，这是我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天天同名》专辑。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我的一首《最大原则》。这首歌呢，听名字你应该就非常非常的好奇。没错，它就是讲呢，要希望女孩子在爱情里面可以掌握里面的最大原则，这样男生们呢都会去听你的话，你越神秘，他就会越爱你。而且很好很好跳哦，如果你想扭一下的话，你可以一边听一边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你。开心最大原则，透过电视转播，就我亲吻我。